这里有一间挪亚方舟，这是我们今天点的东西。看一下哈，这是我们拿了第二轮，第一轮哈拿太多了，好吧。第二轮来，不要哭。感谢。很难得，小笼包啊什么的，漂亮哦，虾饼啊，牛肉，哎，这是干炸，没有没有，有鱼，家有虾菇哦，有羊排哦，然后牛排哦，现煎的，正好看一下啊，然后来这里有蒜泥，这个牛排。漂亮啊，鲜虾跟卤煮，大口，对鸡，来，啊，来，很不错，很不错，各位，好，颜色好，这个应该有八九八以上吧。我们今天到了宜兰啊，中兴路三段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，这里有一间挪亚方舟，是上次我们介绍完九千担啊，然后有人推荐的，跟九千担一样哈，有一个停车场，就在这个方向，从这里过去，这里左右转就到了中兴国小站，哎，价钱是这样哈。你好，他们家内部的环境，还有一只长颈鹿。看一下啊，啊，我会出一下虾壳。中小型的虾菇，感谢，对，这样子，嗯，这边也有牛排啊，他们家的烧烤有羊排有，哦。小笼包啊什么的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漂亮啊、哦！花寿司、四川麻辣锅，必须是现做料理区，也不错、啊，蛮特别。这里有红酒啊。哎，有美酒，他们家有烤炒虾、鱼下巴、烤小卷、秋刀鱼、起司球、烤麻糬、虾饼啊。沙拉，哎呀 ，OK， 这贵妃棒，烤鸭，牛肉。牛腱看起来不错，这个火腿不错，这是肝肠肝啊，都吃这些东西，没有没有，这里有
油葱鸡、瓜炖肉、鱼、娃娃菜，什么东西？麻油，这是那个买虫草鸡汤、土瓶蒸、茶碗蒸，对，炸虾还有昂熊麻，还有油月鱼，看一下，好多人排。鱼皮、百褶皮、马蹄，这里是甜点，来看一下，威林糕、杏仁慕斯、抹茶冻、咖啡冻。乳酪蛋糕、柠檬派蛋糕、盐烧蛋糕、正宗四川麻辣锅，你看这是牛肉火锅牛肉片，然后呢可以要一个锅，鲜鱼汤、蛤蜊汤、续蟹味噌汤、清蒸鱼、豆酥比目鱼、柠檬鱼、姜丝大肠、打浆蛤蜊，这一区还不错。然后这里也可以炒蔬菜。OK， 饮料区，哦，我这里有一大拉，这里有鸡尾酒，这里有红酒啊，有美酒，来看看一下，这是我们今天点的东西，可以，还有羊排哦，然后牛排哦，现煎的，还有他们家有虾菇哦，我不敢说他会一直有了，但是呢，就是他会看人的情况。判断它有不要不要补上新的，这个虾菇算中小型的，然后呢，螃蟹，生蚝，中小型的小虾，好看一下，然后呢，这里有大白虾、蛋菜、扇贝，是姜丝炒大肠。是炸的炸虾、红方球麻，然后柳叶鱼，上来的蒜泥鹅，吃个牛排，差不多，羊排，再吃一个这个，这个炒虾。那个炒虾还不错，来吃大白虾，大白虾，那这大白虾蛮新鲜，三杯。好吃好，有鲜呐，那这蛮大颗的，你看也太冰了吧，这菜本来就冰的啊。这个是不错吃啊，不过它是冰的耶，这种虾子是有蟹黄，漂亮啊，蟹黄，好，就这样，番茄，不知道什么番茄，蛮好吃的，这上面看起来都一样，鲜虾跟芦笋，寿司，看一下。鲑鱼，这个寿司还可以啊，但是它有些搭配哈。大靠，这鸡，这个综合生鱼片有点可怕，建议大家不要拿。哪个天才想到要在
综合的生鱼片里面加那个泰式酱，看起来像肠粉的东西。肉泥虾子，来吃个牛腱，牛腱不错、啊。生鱼片就吃一下就好，因为那个。看一下啊、哦，还不错啦。哎，鱼啊，螺，我喜欢吃。啊、看一下啊、哦，就是我们拿了第二轮，第一轮哈、哦、拿太多了，好吧。第二轮来酱的豆腐啊，好，这个豆腐蛮好吃的。柠檬鱼，要讲吗？五仔鱼啊，各位，五仔鱼的柠檬鱼，豆腐看起来还可以的哈、哦。OK。出比目鱼啊，各位，这个很难得啊，很难得，非常难得，你看这肉质是好的。来，都出鳕鱼吃一下啊、哦。来，小卷，这是中卷的哈。大家，拜拜。拜拜，那烤刚刚好。我吃两个。来，哎，这是剥皮辣椒鸡的，哎，很不错，哎，很不错，各位，剥皮辣椒鸡有这个汤有很明显的那个剥皮辣椒香味，还有鸡味，芋头的凤梨荔枝，把荔枝独立出来做个东西，这个很好吃。哇，原来他们这边的特色是凉菜，好吃啊！哎。他把它荔枝拿出来单独做，百香果腌制的蛮入味的，对，好吃，对啊，不用吃了，谢谢。你也吃不下，不错吧？回来，好，等等，还不错吃啊，嗯。刚好像配上虾子，然后里面要加一只虾子，好像标志的颜色哈、哦。哇，你看这个，可以啊。这是必点的，你看，这是必点的、哦，各位，不错吧？有其他不用拍了啦。各位，我们做个 ending 了哈，来，我们把它扫一遍，这个跟这个必吃，这个还不错了。百香果爱玉好喝，虾子新鲜，扇贝也新鲜，螃蟹，都有蟹黄，就算小吃也有蟹黄，而且不少。那个新鲜程度的话，可能会有不同批的啦，所以有些可能很新鲜，有些还好。烤炒虾非常棒。虽然不是很大只，但是很新鲜。然后烤蚵仔也很棒，小卷很好吃。鲑鱼有鲑鱼还可以，然后建议寿司点这种的。
但是我推荐的话，牛腱蛮好吃，但是很扎实。哎，炸虾也有，真的炸虾也可以。豆酥比目鱼很棒，柠檬鱼也不错。哦，我还蛮喜欢姜丝炒大肠，续蟹味噌汤也不错。不得不说啊，这是波比辣椒鸡汤啊，很浓啊。这太饱了，我们都没拿。你要吃自己来试试看，这个很好吃。然后甜点就拿这样子，它有杏仁慕斯、来的抹茶冻哈，也太冻了吧？先来的，它是慕斯，但是它吃起来其实是奶，杏仁味的奶油，低的产地啦，大概5%，2%吧，这个高多了，嗯，对，198就喝这个，这个应该有8-9%以上的。我们吃完了，东西还那么多。OK， 看一下，我们今天三个人吃。总计2076，好，三个人，好，这里就是他们的停车场，看一下。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那麻烦各位帮我点赞、订阅，好，开启小铃铛，那非常感谢各位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